什么叫版本答案？有没有一种盗贼今天变多的感觉？是吧？怎么？怎么感觉今天盗贼多了？这什么鬼东西啊？好弱呀，太弱了。我手里但凡有一张嗜血，就那个礼盒，我也卡他费用了。问题是我现在卡他费用，我没有用，我没有嗜血。飘。他可以一刀劈死我，招牌已经满了。这个鬼东西真的无话可说。什么叫版本答案？我今天看到宇宙猎登顶了，稍等啊，我看一下。昨天1100，今天1300，有点水平，这位朋友。取奇，这里有个取奇，我一定下取奇，然后全撞掉，但没有。谢谢爆炒腰花送的高级灯。传说不是不打也会掉排名吗？你不要告诉他呀，我就是没有打，掉了100多名啊。你告诉他了，他会觉得自己很弱，千万不要告诉他，你懂吗？现在这里你一天不打，大概掉了200多名，差不多，越往后面掉的越多。盲猜一定有一个爆炸，但是其实他这里拿爆炸不厉害。
我觉得加三加三吧，加三加三爆炸。许琪，哎呦好弱。冰霜，那这个奥秘有可能是右满费出挂，有可能是一个六杠六。我如果打这个，就触发六杠六了，所以先挂着。爆炸，这么。是在防第二个自己带那个是右满费出怪，如果你图腾加这个右满费出怪了，因为触发这个是爆炸锻造挂的那个奥秘。那99%右满费出怪，我觉得猎人不会自带六杠六。他真是在搞笑，他还指望走脸呢，我真是一个贵贵。99%就是右满费出怪了，我跟你讲，99。这个牌今天登顶了，今天法师好像没有，到现在只碰了一个，是被抓没了吧？真的，今天法师只碰了一个。还是蛮多的，那大概我这段时间没有碰到吧。下回合看情况，可以电疗，可以打刮。好，这说明对面没有324。对，这个瞎子为什么比这个萨满弱，就是因为他战场太弱了，他战场跟萨满不能比，就是萨满有这种什么青蛙呀，这种鬼东西，这个瞎子战场都是这种，他只有靠那个海盗然后天狐接个324才有机会，这个是这个瞎子最大问题。
进化不进化随便你，就是你下游河出个两费补个刀也行，反正就两费三费就那样，真的。就现在的点在于，大家都在等法师削弱，因为法师一旦削弱了，其他的慢速就能出来打。现在就只有快攻，就是为什么德鲁伊打不了，也是因为这个道理，你知道吧？怎么又是你？但是我格子不够，好烦啊！这个瞎子呀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个门终于在这个时候立了一个功，这得有多绝望呀，他可能下一局能把这个墙过了，真的这一局应该没机会了，下一局有机会。版本答案，有内幕消息哈，那我就不跟你们逼逼了，对吧？原来你们都知道啊，那就不要说，就是很多我们收到的资讯，有多少是真的？你要看他被谁收购，这收购不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吗，哥们儿？我这，哎，水元素要来了啊！好，来挨个出。你说我能神抽个泰坦吗？你说我要把这个二杠二送掉，然后下个索费吗？主要这个场面我只是多一个两费怪而已，对，我就想到对面五费了，有那个什么盗贼，那个游客，那什么熊猫啊，而且我那个保不住啊，我曲奇保不了。我会少一个八杠八，但总比拉其他这种妖魔鬼怪来的划算很多。别抽怪啊！可以，赶解弟弟。
什么鬼东西、啊、我觉得这个潮很大，我不怕海啸了，滚蛋 very 大。我觉得对面应该像这个巨人树，因为现在可以打法师大概率是巨人树，疲劳树就是送分的，所以应该是巨人树。变成来自过去的传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来自过去的传说呀，就这个意思啊，来自过去的传说呀。哥们儿胡啊，还好巨人差一点，谢谢铁锅炖大鹅的钢铁。哎呀，还好还好，对面这回合下不了巨人。不会吧，还有五二二吗？输，这其实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搞个法强之类的，你知道吗？二的圣盾是这个东西，兄弟们，法师来了啊，正规军哈，谢谢全新厨艺这么高级的牌。哎呀，就是那个什么，你好你好，你知道那个吗？谢谢牛牛牛宝文化传媒啰嗦的高级真话。哎呀，这手牌就是打法师很不错的手牌，然后还来了这个。我中弹了。